最近不是流行开那个榴莲盲盒吗？今天奎哥也给我买了一个，咱猜一下，看能出几房肉。咦，猜一下，哦呦，天哪，哎呦我天，一房，还有两房，还有一房，三房，天哪，值不值？我觉得太值了。哎呀，四房，五房，哇，可甜了，关门了，宁又来测评榴莲了，果然不负众望，测评贵了。上次买的一个150多块钱，这次买的200多，看看怎么样嘛，贵了50-60。哎呀，熟透了这个，哎呀，挺大的。这还有一房大。这个比上次熟的透，感觉一小房，哎呀，还有人工给自动脱皮儿，哎呀，这房也挺好，再来一房，哎呦，给你看一眼，别晃。榴莲是奎哥的命。
我觉得还行，你们觉得值吗？不如上次值。来一口吧。关妹儿今天接着吃榴莲，139买的，看看肉多不多。哎，哇天哪，这个好，硬度正好，没有熟过，一放两个。三个。哇，天，四方，每次买都感觉好值呀。五房肉，哇，该吃，值不值？我觉得这个也值。里面有三个壶。